粪扫变黄金，黄金化爱心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是到了人家的门口，都会说：“厝里有黄金无？都提出来哦。”就是这样的坚持，天天走下去。是啊，我们现在呢，天地之间呐，最大的议题呢，就是垃圾问题、垃圾问题、环保问题。我们应该大地呢，要由人做起，要有心，要付出。这开始，这一群人也要克服心灵的障碍。开始不明白的人，还以为他们在捡破烂呢。他们要耐心、爱心啊，一一的宣导、辅导、教导，就这样的让清净在源头。一个多月前，林